很热，马来西亚的国会更加热，因为我们的议长变成野人议长、番薯议长，喜欢喜欢就赶人出去。那天我问 OneMDB， 问到他，他说他心脏病要犯了，为了不要看到我，星期一早上我去槟城法庭声援宾州首席部长林冠英，他走进议会里面看，哇，尼克明没有来，马上宣布我冻结尼克明，赶出去十天，不见了。如果当时我有在，所以我他现在不给我去不会讲，我就天天晚上全国到处开讲，讲到什么时候？讲到国政倒台为止。你不给我们在国会讲，我们就全国跑透透，到处开讲，每天晚上都讲，东马、西马、南马、北马全部都讲。我们相信这一次的大选，上届大选是城市海啸，这届大选是乡村海啸，城市乡村两结合，改朝换代，力创新天，改朝换代，为民除害。这两天我们在国会里面要辩论，辩论一个非常重要的法案，就是全国大选选区重新划分。选区重新划分是国政一路来最后的救命稻草，每一次活龙乱画画蛋糕，完全把宪法践踏在地上。马来西亚的宪法规定，所有的选举一定要一人一票，一人一票就是说，如果中华加亚是十万人，不达林加亚也要十万人，不杜拉加亚也要十万人，这叫一人一票，十万人一人选一个。可是马来西亚什么加亚都是假的，这个布雷兰什么都可能发生。我们的选举委员会现在已经成为巫统最新的支部，他怎么做呢？他把这个报告传上去，林志祥一看到火无名火，马上火冒三千丈。我们宪法规定一人一票，你知道我们选举委员会怎样划选区吗？布杜拉加亚19000，布达拉英加亚146000，他叫一人一票。宪法规定每一个选区的选民不可以相差，一定要大概一样。布杜拉加亚跟布达拉英加亚两个都是加亚，而且就在隔壁而已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看布杜拉加亚19000，那个肥肥的登布阿难就可以做国会议员。行动党的布达拉英加亚要146000，只选一个国会议员，146000跟19000对选举委员会来说是一样的。所以他们的小学数学，如果你给他考 UPSR， 他应该是拿 FFF 回来，对不对？数学不及格，不止选举委员会数学不及格，我们的议长单身版那个阿明，我很怀疑他应该也是数学不及格，肯定不及格。为什么？我们的国会议员任期到6月24日，国会自动解散，从现在算起只剩下两个月，他可以进去国会里面冻结整03国会议员、行动党国会领袖林吉祥的国会议员资格6个月。林吉祥的任期只剩2个月，他要冻结他6个月，6减2他都算不清楚。这样的人可以做国会的议长，所以我现在开始全国到处讲，讲到国会倒了。我跟林吉祥说，如果我没有做部长，请给我做国会下议院议长。我想做大马反贪污委员会主席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抓多几条大白鲨，不用只是小江鱼。因为马来西亚现在鳄鱼很多，蛙鸭，蛙鸭，蛙鸭，但是这个蛙鸭不是四只脚的，两只脚的，两只脚的蛙鸭到处都是，而且很锋利的，这些蛙鸭吃人不眨眼。所以你看马来西亚现在，我跟你讲，那天我看到一个美食节目，槟城的人。槟城人碰见尾猴了，他们就嘛，应该不知道是 CNN 还是什么 Living and Travel， 他们就访问他，Malaysia what is a Hami Mee Kia 猴脚？你知道那个槟城的那个阿伯讲吗 ？Malaysia Hami 猴脚，叉龟条猴脚，老沙猴脚，罗家猴脚，但是呢，铁猴脚是家面在乎，铁猴脚是家累。那个主持人听到都傻掉，阿进。我还要解释，啊，那话你是好料的，啊，吃亏，吃亏，哦，那话吃亏哦，这个吃，那个吃，隆重吃，哦，隆重吃，吃得了，吃到无代志，都唔讲吃亏好，哦，那话这个傻里傻，傻里傻，呸。
你看养牛治疗放了2亿5千万，跟马来西亚政府拿了2亿5千万，上个礼拜我们去国会问他，现在还是欠2亿5千万。你跟银行借钱，半年前借2亿5千万，半年后还欠2亿5千万，他明天就来拉你的车，拉你的屋子，来弄你的家，对不对？我们的闪电长跟马来西亚人民跟你借哦，他跟政府借就是跟你借，借了两半年前借了2亿5千万，最后干了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，他终于养了半只牛出来，2亿5千万只养了半头牛，一头牛不知道要多少钱，好，然后像现在欠政府的也不用还，而政府也没有对付他，还不要紧，因为他对欠钱有功劳，所以政府封他单司令。马来西亚是什么都不累的。哦，真的很够力的。你看他现在还提出什么哇，什么假新闻法案？嘿，我要跟你讲，这种什么烂法案，是怎么烂的？米烂的比烂，真的烂，根本烂，特别烂。什么烂？哎，没有骗你的，你看哦。哎，有记者吗？有，应该有记者小姐。这次我跟你讲，记者编辑死定了。他这个假新闻法案根本就是来打击新闻自由。很简单，他说哦，你如果刊登分享虚假或部分虚假新闻，他我就问了，今天阿金哥讲，他说26亿，他说26亿 ，OK， 哦，哇，我们报纸说26亿是 corruption， 他说是 donation， 这样的话谁是讲假新闻呢？华尔街日报说他说42亿，哇，现在讲晚宴，政治部也派飞机来，有没有？现在的科技现在很发达，都不知道这个人谁派来的，那个拖鞋子拿上来的。共情共情，我共我同情。我告诉大家，大家还是专心听演讲比较好，来给他拍他的。哎，各位，你所谓的这个所谓假新闻，它不只是对付，不只是对付报章，不只是对付媒体，甚至于连媒体背后的投资者。好，比如讲，我们讲一个例子，今天《新洲日报》写一个很重要的新闻，哦，登出来，他的记者不小心写错。不小心写错，连后面的老板单司令张小千也要罚款500千坐牢6年。你说公理公平？你说合理吗？完全的不合道理，对不对？第二，他说这一个新闻不只是管这马来西亚的新闻，还管到全世界去。你看马来西亚的国会爆料，我们可以立法管这全世界。你在非洲国家发一个新闻哦，这个法案通过，当作这个新闻是在马来西亚发的，如果西北无聊，马来西亚其实现在比联合国更大。我们可以自己立法，然后啊，境外犯法也等同境内犯法。面对这种不公不义的法令，完全是打击新闻自由。而且我们今天马来西亚的新闻自由的排名，已经是全世界笑到牙齿都露到完。我们有两个排名，世界很著名。第一，新闻自由指数，我们的新闻自由在180个国家里面排名非常感到，让我们感到非常光荣。排名多少你知道吗？180里面我们一棒没有，10棒没有，2棒没有，3棒没有，4棒没有，5棒没有，6棒没有，一啪下来144名。我们的排名是在好没有，很快的，我们就如果这个新闻法案一通过，明年我们的法案应该会跟谁排在一起你知道吗？应该会跟那个神经老金正恩的朝鲜排在一起。马来西亚很快要变朝鲜了啊，这个不是乱讲的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我们的什么东西很出名？我们的贪污出名。你看阿伯都会讲嘛，只给借一给借龙东借借高借高没料借高无代志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们的贪污排名指数，过去老马做的时候，我们已经说物质很理想，当时排23名，新加坡排3，我们排23。老马退休的时候我们排32，老马走掉了，然后南京上台32名，新加坡今天的排名排第6。世界排第6，我们6没有，16没有，26没有，36没有，46没有，56也没有，差不多66，排在62名。排在我们前面的是谁你知道吗？我们从前常常笑非洲国家，你个非洲国家很落后，对不对？现在非洲国家笑我们。你们知道有一个国家，它的名字叫做 Botswana， 没有听过咧，你没有听过咧，我也没有听过。 Botswana 现在的贪污排名指数赢过马来西亚，我们排62，人家排58，他个非洲佬穿着底裤在那边，嘿嘿嘿，你们那些，你还会笑，你还会笑，你是死到临头还不知道死。马来西亚今天呢、啊，整个省政府从上到下，从南到北，上梁不正，下梁歪，大有大赤，小有屌赤，大小通赤，马来西亚很快就完蛋了。
到时候这一届大选没有换政府，很快的，我们第一啊、哦，我会去富贵山庄报名，你去富宝山庄，你的朋友去孝恩园，我们大家一起去火烂，不是讲笑，你不要笑，你很快没得笑了。你试试看，这一次不换政府，五年后路子再细啊，等等啊，你不要讲啊，马来西亚这次是最后一次有机会换政府。你看老马几岁了？马蒂几岁？虽然我们讲他是神奇的马，神奇的马也92岁了。刚才你看林继祥77岁了，对不对？阿诺71岁，三个人加起来差不多300岁。你们不要笑，这个是他们的告别演唱会。他告别演唱会完了之后，他就跟你讲拜拜了。啊，老马呢，可能已经在天堂上面跟李光耀一起爱来爱去抱在一起了。到时候马来西亚再给纳吉做个5年，你投给陈淑斐一票，投给马华一票，就是等于投给纳吉一票，投给纳吉一票就是等于投给 Rosma 一票。你很喜欢 Rosma， 你就支持国政，我不会阻止你啊。但是以后你不要狂吠，哎呀，现在为什么东西这么贵，行情这么滑，又有起价，治安不好，政不公，不承认公考，你不要狂吠，那个是你自己找的，谁叫你支持国政？那刚才你在国会，你刚才看到了我们的那个沙巴的国会议员啊，沙劳越的国会，你看那个我们刚才那个短片，你们注意到国政的议员对不对？哇，你为你们的反应我都看到，每个人都骂，哇，这样傻，这么笨，你可以做国会议员？其实你们不要骂他们，你应该要好好的思考，你应该想，其实他们可以做国会议员，是谁？是投票给国政的人，你不投给他，他会做国议员吗？对不对？你不投支持国政，南京会做首相吗？对不对？南京做首相，他有26亿，你看我同事一直拿一个桶来威胁我，因为他讲今天晚上行情很快，筹不到钱，要求大家再帮忙一下，因为消息说下个拜会我会要解散，我会解散，大战在即，需要大家大军未行，粮草先行。啊、有10块给100块，有100块给1000块，没有钱包丢下去也不要钱。啊 ，IC 我还给你，没啦，假笑。这个出钱有进出力，有钱出钱，因为这个是众人的事业啊，政治就是众人的事。我告诉大家，马来西亚这一次会不会换政府？很多人在问了，能不能换政府？能不能？想不想？可以不可以？我这样一聊，那明天就问大家安讲什么。但是这里是中华家样，你们没有问题，我相信大家心里有数，中华家样的选民很精明的、哦、你们懂得分析，懂得看，我们大家要帮忙总动员到乡区去，过去我们去乡区非常困难，真的去飙大选区，我告诉你、哦、上一届大选我去飙大选区去拉票，我们的车进去还车还没有进打压都不见，6点进去挂旗，7点旗都不见，这是事实来的。可是上个礼拜我们带敦东的马爹进去，哇，我们自己的车不用进哦，飘大的人帮我们开路啊，我们旗不用挂，他们帮我们挂旗啊。上一届大选，同样的地方，我们在那边办一个免费餐，请他们吃一点咖喱饭，要跟他们分享。我们煮了咖喱香喷喷，自己看自己吃，来的人不到50个，那个咖喱剩一大堆，没有人敢来。这一次老马进去，马哈队进去没有咖喱吃，没有椅子坐，坐地上还要给钱。我们去的时候不到50个，马哈队进去的时候，高大的干部坐了5000人，不一样就是不一样。昨天晚上马哈队在吉打州的这一个马来区来的人数差不多高达20000人，全部是马来同胞。今天晚上他在玻璃市来的人也是成千上万，都是马来同胞。我跟老马跑了3个月，我今天晚上可以告诉大家，马来西亚第14届全国大选是全民海啸，城市乡村两结合，全民海啸，靠你一票！今天整个马来西亚的局势，马来选票是3分天下，马来选票是三国演义，
华人选票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。我们一定要秉承308、505的精神。华人有一句话说：“无善不成礼，一拜拜，两拜拜，第三拜可以倒啊！”只要我们集中选票，那么大家说：“哎呀，你看我们的马华民政府现在开始求票，我本来也对他们有一点点同情的，现在不能。尤其是昨天我看到，大家看到那个选区划分，选区划分那时候对你很不公平，对吗？”大家都知道非常不公平。当选举委员会开始提出的时候，马华总会长那都是立暗中来说，他说：“啊，我们马华坚定反对到底，因为选举委员会这个选举划分不利华人，违背多元种族，违背宪法，马华一定坚持反对。”我就突然想，哇，廖仲来到底吃了几盒伟哥，突然就这么硬气了，不是？另外一个民政党主席马信强说：“哇，这个选区划分，我们民政一定反对，因为非常不利民政的选区。哦，搞到现在种族两极化，马来人一边，华人一边，我们民政党一定投票反对。”我也觉得不错哦，现在这两个都有点像男人中，对不对？哇，好像林子祥唱的真的汉子。哪里知道，昨天在国会开会，趁我们不在，但是我有那个，我有看 live 的嘛，对不对？虽然我不能在国会。我在国会外面一样看得很清楚，投票的时候，投票要支持这个不公不义的选举划分。廖仲来站起来，三月十公。马秀强也站起来，三月十公。在议会外大大声反对，在议会内大大力支持，讲一套做一套。他当我们人民是白痴，他当我们人民很好骗。所以我爸爸告诉我，国政如可以相信，母猪都会爬树。有看过母猪爬树吗？没有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样的人谁还可以相信？所以我告诉大家一个故事，这个是18岁以上才可以听的50只猴子的故事啊、哦、所以啊小孩子不要听，不用紧啊、哦、有一天这个美国的电视台主办一个比赛，呼唤出一个必练要怎样成为亿万富翁？那么这个比赛呢，把这个抓了50只猴子，50只猴子关在一个笼子里面。给50只猴子里面，49只是母的，只有1只是公的。看谁可以找出那只公的猴子，谁就是 the billionaire， 就报名参加。第一个报名，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。Donald Trump 来，50只猴子都一样，公的母的，那你会分得清楚？你会找得到吗？公的母的看不懂的吗？对不对？一样，都是猴子嘛，都是孙悟空的后代，没有办法走出去。第二个，请到中国主席习近平来，习近平很厉害，一直看一直看也看不到，待了5分钟，他说：“一报，我找不到公的母的，分不清楚，对不对？”第三个叫谁来？哇，国政领袖代表，马华民政国政哦，啊，那只鸡啊，暗中来，三个一起来，他们一起走进去，跟那帮猴子讲。我们国政是不会骗人的，马上就抓到那个公的猴子出来了。哇！那么观众全部问：你们这么厉害，50只母的 猴子，只有一只公的，你都抓得到？你是这样抓的？他说：我们讲我们不会骗人的时候，有一只猴子讲：那万难叫。只有公的猴子才有那只东西的，母的没有啊。所以我刚才讲明了，18岁以上才可以听，18岁以下不能听。但是不讲呢，你们不会笑，不会笑，等下你们找彩童退票，又来去找我的事情。所以各位，这显示什么？我们60年来是爱骗才会赢，他们真的是60年来就是爱骗才会赢。刚才我从医保来的时候，我看到你们的报纸。我真的觉得很好笑，又好气又好笑。然后我听到刚才张英的分析，我对我们的华社感到非常非常的可悲。今天的新三的报纸，哇，光华小华小动土了，普天同庆。哎呦，独立到现在，
政府已经建了6000间国小，6000间国小，你有看到报纸那一个字吗？那个不是新闻，因为建学校是政府的责任，我们有交税的。哎，我们是精明的纳税人，我们人民有交税，教育是政府的责任，我们交税给政府，政府建学校，这叫天公地道。所以独立到今天，政府已经建了6000间国小，报纸连一个字都没有写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不是新闻。我们华社极可怜，你知道吗？每逢大选，就拿一两间华小来动土，然后呢，大选过后，这个华小就入土，大选前就开工，大选后就收工，这个叫央工，对不对？我们生活在这个国家，我爸爸是华小老师，今年80岁，他是马华元老，他一看到这个这种新闻，他就火滚得不得了，打电话给我。那这种是什么政府？每逢大选就当我们华人是白痴，然后还有一大帮白痴在这旁边。现在拿统考来骗我们，现在的马哈蒂都宣布要承认统考，下个礼拜国政要公布竞选宣言，马华的书记总会长魏家祥说他会去求国政，听好了吗？求国政承认统考，他的副教育部长，哎，你做政府做60年呢，他的副教育部长张胜文说承认统考现在只剩一里路，现在变成一里路，一里，永远走不到尽头。我告诉大家，承认统考最后一里路只剩3个字，就是还政府。今年下个月还政府，希望联盟上台。明年全国60间独中的学生，只要 SPM 国文一科啊。你就可以用独中统考宽容独中统考文凭进去马大深造，进马大，进国大，进理大，进工大，然后可以做公务员。为什么我们要做乞丐？为什么我们要去求？你是当家嘞，做走向所部长嘞，部长要去求啊，叫你做什么部长？换人做，对不对？换刘振东做，是事实来的吗？我们有时候，华人最重要是什么？要有尊严，对不对？要有尊严，要有自尊。给人家欺负了60年，到今天还是愿意自我矮化，成为奴才。我们用什么脸来面对江东父老？有什么脸来面对我们的子子孙孙？你当家，你就要做当家的事，不要学来做反对党。不过我看魏家祥现在很像反对党。那天我去新永平新港新村坐在一个咖啡店论坛，因为我人生的矮，所以我没有办法，我要站在椅子上讲。他看到我站在椅子上讲，过一个礼拜他也去咖啡店，他也站在椅子上讲。现在执政党要学做反对党，这样我们就让魏家祥美梦成真，下一届大选让刘振东做执政党，给魏家祥做反对党，好不好？你们这么喜欢学反对党，我们就是没有地方吗？对不对？你看我们今天晚上的晚宴，我们的工作人员，刚才我在外面去厕所的时候，有几个同志告诉我，他们3天没有睡觉，为了那今晚的晚宴，他们背后在幕后无名英雄、幕后功臣，他们几天前已经到处去挂旗。到处挂火箭旗，可是你们刚才来的时候没有看到旗，对不对？因为都给市议会拆到完了。可是国政可以挂，我们不能挂。国政现在在整个吉隆坡挂到满，不知道大家要挂到满，西方政府视若无睹，视而不见。这就是中古人讲，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。我们办晚宴插旗，是天公地道，给人家知道这边有一个重要的活动，何错之有？对不对？插旗罢了，又不是
杀人放火，这么去拆到完，啊，这个是其中，我们要定一个地方要办，很多酒家受到威胁，你们不要给我见饭啊，我见饭下一次你们的来生就不能 renew 啊，这个那个，朋友，这个是21世纪，这个不是清朝时代，21世纪是民主时代，民主国家人民当家，政府做得好继续支持，做不好一人一票换政府，有什么问题？对不对？美国可以换，印尼可以换，缅甸都可以换，马来西亚为什么不能换？对不对？所以现在我们要换政府，并不是说希望联盟要当权，我们要让马来西亚重新出发。我刚才不知道我们的同志有没有跟大家分享，在宾州雪州我们的惠民政策，今天宾雪两州已经是全国两个真名副其实的福利州，生老病死政府都给钱，看病医生也是政府给钱，大家知道吗？我不讲槟城，因为刚才张英已经讲，我讲雪兰莪。雪兰莪州308过后短短10年，10年里面生一个孩子我们给1500块、哦、孩子读书给1000块、啊、要娶老婆的时候男朋友给500，女朋友给500，还没有办喜酒州政府给1000块，祝你早生贵子儿孙满堂。然后你知道去了老婆生了孩子生病了，不要紧，每一个家庭给一张免费的医药卡，一张医药卡700块，5年3500块，你拿去看病，不是看政府医院，私人医院看病，拿糖尿病的药，拿胆固醇的药，拿高血压的药，去到病例，你去看完病，医生说70块，你不用拿钱出来，你只要拿希望联盟送你的医药卡，你拿出来那张卡，好像 credit card 一样，交给医生，医生说一下，你就可以回家了，不用给钱，因为我们帮你给。看了病不要给钱不要紧，如果真的看不好，真的看不好的时候，我们会请吴奇隆来唱祝你一路顺风，然后还会请张学友来唱每天爱你多一些，唱完歌、哦、为了让你一路走好，我们州政府还会送你2500块白金，让你去富贵山庄安享天年，死一次2500，死两次5000，有时要死两次啊，你点头点到那么少，一次吧，生老病死都有给，还不用紧哦，在雪兰莪州哦，还有免费水、免费巴士、免费网络，还更公立的，所有的华人新村、马来港埠免费门牌税，不用还门牌税啊！我们刚才讲的，罗布州我真做了60多年，有吗？五伯，五伯，五赛，赛五。大伯，对不对？那么大家想想看，为什么雪兰莪州308到今天短短10年，希望联盟做得到，国政为什么做不到？你自己想。第一，第二，我们过去要给人民免费水、免费巴士、免费网络、免收门牌税的时候，国政一直在那边卡里卡布，一直抨击我们。他说，雪兰莪州西蒙政府给人民这么多好处，这个政府一定会破产。我问大家，308到今天，雪兰莪有破产吗？有没有破产？不但没有，我今天晚上还要宣布一个好消息，希望联盟政府自从我们从国政手上接手过来过后，308的时候，雪兰莪这么有钱，可是雪州政府只有8亿的存款。今天经过10年，我们的这励精图治、谨慎理财，今天雪州政府的储备金已经从8亿增加到40亿。我们给了人民这么多好处，给了这么多福利，还可以储备金增加5倍。如果中央政府给我们管，槟城也一样，张英他们管。我们昨天接手的时候，从徐子根手上拿过来，槟城的储备金是6亿元。今天经过林冠英的谨慎理财，短短10年，槟城储备金增加3倍，380亿，6亿变成18亿。马华明更时常说，我们不会作证，我们在宾州雪州做给大家看，而且是事摆在眼前的事实，白纸黑字。宾州政府也被总稽查师General Auditor General 选为马来西亚最透明、最廉洁的5星级政府，这个不是林冠英讲的，
这个是最高元首委任的这个总稽查师 Auditor General， 也就是我在国会要求他公开那个 1MDB Auditor General Report 的那个 Auditor General。 这显示什么？只要给我们机会，我们就可以有机会表现给大家。我们在罗湖州做了50、60年，罗湖州永远都是一个政治受点，一直到了前两届大选，我们终于看到希望。而这一次大选，是我看跑整个罗湖，我去了比干那那，我去了光大丁义，我去了麻坡，我加了新山，我去了整个罗湖州，我也跑不过跑透透。我终于看到罗湖州这一次改变在望，拥抱希望，告别黑暗，迎向光明的时候终于到了。过去我们华人选票要换，马来同胞不换不能，马来人要换，华人不换也不能。但是这一次我看到的就是三大民族都会在沉默中爆发。你相信三大民族，华人、印度人、马来人，都会在沉默中爆发。因为今天的许多人民，尤其是中下层人民，已经到了水深火热的地步，已经到了这一个引火，广东人说啊，水涨难眉的地步。很多人生意已经越来越惨。我告诉大家，国政不用骗，事事摆在眼前。我今天就拿他们自己自相矛盾的两个事实来告诉大家。第一，那些到处向电视台公布马来西亚经济成长世界最好，5%、6%，乒乒乓乓讲到天上有地下无，对不对？但是所谓事实胜于雄辩，你看上个礼拜《新州日报》全国版头版，马来西亚暴穷巨总监很遗憾地宣布，自从 GSD 试行以来，马来西亚每一年有300,000的人胸部破产，一年300,000，3年90,000，90,000的人破产，90,000一个人破产影响5个人，现在有450,000的人破，生活有大问题，这个是第一个。如果国家经济好，为什么马来西亚人破产人数不断上升？你自己去问自己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他说马来西亚，你看拉金的脸皮，我跟你讲，我见过认识人这么多，我三南三北黑道白道什么人我都认识，但是我跟你讲，我真的很佩服很敬佩拉金，因为他的脸皮厚过棺材板。我认识这么多人，没有一个人的脸皮厚过拉金，他的脸皮真的比棺材板更厚。他有本事跟你讲什么呢？他说So called the Borisov nation, we are going to become a high income nation in next 5 years. We are going to be the first world nation. 你看，吃大炮不用本钱，吹水不用本钱。他当他在这边讲的时候 ，Bank Negara 就出一个报告，最近最新的报告 ，Bank Negara 中央银行出一个报告，他说什么呢？中央银行宣布，马来西亚人。有76%，如果一旦失业，没有办法拿出1000令吉来应急，1000块现钱都没有，不是16%，不是26%，是76%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大马来西亚人民几乎都是负债一族，卡债、房债、车债。全部人都给债务压到关不起呀，而我们马来西亚今天这家庭债务超越韩国之本，成为全亚洲家庭债务最严重的国家，每一个家庭都负债累累，全国人民3000万，家庭债务高达8.9亿，8900多亿，不是8亿多，8900多亿，这个是世界银行的报告。所以我们行动党不空口说白话，我们是摆事实讲道理，我们所讲的都是有凭有据的。因为大家都知道，尼可敏如果敢乱讲，今天晚上你们吃饱回家睡觉，我就去马吉家去和林果逼了。我们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经过事实推敲论证，中央银行的报告、世界银行的报告，我们才敢拿出来讲。所以
你在如果这一次大选，你要做几件事情：第一，把 RDM DVD 盖关掉，一看到 RDM DVD 盖可以关掉，不用看了，那个肯定是洗脑机器，能骗就骗。你不相信？你看 RDM 那个十二点的新闻，那个种族化到你看了会吐血。我看了两次，差一点不自身亡，死在地上。所以我决定把电视机丢掉，我不要看。第二，看到我们的东西，看到行动党的讯息，包括 Facebook， 包括 Twitter， 请帮忙我们 share and like。我们没有电视台，我们没有电台，我们要靠的是群众的力量。只有你们把我们 share like 穿传出去，人民才知道原来有这回事。罗湖州的人民做得非常好，很多左后人都很踊跃地把这些资讯传到全世界。第二，第三，大选要来，行动党是穷党，我们在槟城雪兰莪执政，我在霹雳州没有拿过槟州政府一毛钱，没有拿过雪州政府一毛钱，因为行动党的宗旨由始至终一路走来始终如一，政府的钱是人民的钱，政党的钱是党的钱，党政要分家，我们不像国政，国库通党库，党库进体库，最后大家自己没有库，我们不一样，就是不一样，我们不，所以你看到我们在雪州、滨州之政，但是行动党办晚宴还要筹款，因为我们所有的资金都是人民一分一毫捐出来的，因为我们是来自人民，来自群众，回到群众的政党，我们就是你们的代表。这次的大选不是火箭对国政，火箭对马华，西门对国政，不是，这一次的大选是人民对国政，人民的力量要终结贪污腐败，人民的力量要终结国政的种族霸权，人民的力量才是最大的。用我们的票告诉德金，告诉罗斯曼，人民才是老板，这样他就不会这样难搞了啊，这样 LCLY， 不然你看他们多么嚣张，不可一世，赶你出去就赶你出去了，不给你讲话都不给你讲话。我们是人民代议士，我们是国会议员，如果我去国会不能讲，你叫我去哪里讲？我要问问 MVP， 我来九楼问了，我来北京楼问了，北京楼老板说我煮菜就会啦，你问我问 MVP， 我不懂呢。国会议员不能在国会问，要跑去巴萨问，全世界还有比这个更荒谬的事情？可是现在种种荒谬的事情都发生在我们的眼中。各位，我们最可怕的是什么？我们最担心的是人民感到麻木。哎呀，是这样的啦，不用紧啊，做不到的，换不了的，死就死咯。你千万不要有这种思想。人只有两条路走，一条生路，一条死路。生路还是死路，你自己选，我不会教你选。你要死路，请支持国政，支持南京，支持罗斯曼，很快的富贵山庄就在你门口了。你要活路，就要改朝换代，改朝换代是我们唯一的出路，也是我们唯一的生路，我们已经没有退路。你要有找一条生路，你一定这一次大选一定要换政府，不只是自己换，还要总动员你所有的亲戚朋友，看到人就跟人家讲，请拜托麦，赶快跟人家讲，我都是爱我政府，其他的都不用讲。我告诉大家，你换掉政府，希望人们做得好继续支持，做不好你可以换回国政，你可以给国政61年，为什么不能给西门5年？对不对？5年不了吗？不会死的吗？5年做不好，你换回国政，这就是民主国家。但是我们没有经过政党轮替，国家没有迈向2限制，马来西亚永远永永远远都是一个半封建、半民主的国家。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脱胎换骨，永远没有办法转型成为一个真正成熟民主的国家。我们如果执政，我们要落实很多制度化的改革。今天晚上要跟大家分享，第一，首相任期只有2届，马哈蒂就算3区至多2届，安华3区也是2届，一定要换人，好像美国总统
台湾总统一样，最多两届一定要下来换人做，这样你就不能永远在霸在那边。然后因为我们相信权力使人腐败，绝对的权力会使人绝对腐败，这个制度改革非常重要。第二，我们要解放反贪污委员会。反贪污委员会现在属于首相署，首相贪污他不可能抓自己的老板，所以反贪会只能抓小蒋鱼，不能抓大白鲨。我们希望联盟的大选宣言，你们可以上网看，哦，已经宣布在我们下个月份政府反贪污委员会脱离首相署，全面独立向国会负责。反贪污委员会的主席不可以由首相委任，必须由国会动议通过辩论才可以通过来委任。马来西亚的反贪会要像香港的 ICAC， 不像现在这样 ICBC。 第三，我们的司法要独立，委任法官的权力不能在首相身上，必须贯彻三权分立，大法官由司法委员会推荐，必须经过国会通过才可以委任大法官，这样呢之前的法官国会可以弹劾，可以把他投不信任票，把这一个之前的法官也拉下来，这样马来西亚才能够有救。第四，我们要解放媒体，因为我们相信除了三权分立，媒体是第四权，媒体非常重要，新洲日报、中国报、光明日报、东方报都非常重要，因为他们扮演着监督制衡的角色，告诉人民报道真相。报纸，我们给我们所有的记者先生小姐一个热烈的掌声，因为新闻从业人非常不简单，他们的工作非常辛苦。我们真正我们要解放媒体，西门大选宣言清楚阐明，禁止所有政党控制报章，行动党也不可以，土著团结党也不可以，巫统马华也不可以，所有报章不能由政党控制，必须全面解放，同时还我新闻自由，让记者可以报道真相，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民红色。这是第四点，我其实要讲有六十点，我如果第四点讲到六十点，应该讲到十二点。大家不用这么辛苦，上网看，所有的制度改革全部都在，现在只差最后一步，改朝换代只剩最后一步，我们等了六十年，就剩下未来这个三个礼拜，国会他没有得拖了，最迟一天六月二十四号一定要解散，但是他拖不到六月二十四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南京很怕。那就很怕，他怕什么？他怕双龙出海。双龙出海，什么叫双龙出海？现在是神奇的马华电，每个晚上全国到处跑透透。六月八号过后，还有一个安华伊布拉欣要出来了，老虎出来，老虎你自己想，六月八号安华出来。六月九号，马哈迪吉和阿诺两个人同台全国演讲，击败就破血了，对不对？那就很怕，他知道如果那就安华吉和马哈迪，整个马来社会天翻地覆，翻到完，现在都已经翻一半了。所以，就是看大家有没有这个眼光。你要记得，我们做人态度决定你的高度。格局决定你的结局，有的人永远做不了大事，他是沙圳永远上不到做总警长，因为他格局太小。如果你的格局观够大，能够看到马来西亚这个六十年来唯一一次改朝换代的机会，你就要从现在开始放下身意，在这最后的两个礼拜天天打电话，天天招兵买马，告诉全部你认识的人，我们这次一定要换政府。